大家好，这是一只气球做的兔子，然后今天我将会跟左老师来学习如何去做一只气球做的兔子。然后老师说很简单，开始吧。然后首先这是2个6寸的尾巴球，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球是头部啊，小一点的是身体哦。然后另外随着它的头身比这么差。然后你写这个，我们做它中间的这个手部啊，大概捏个4指左右。4指。对。转吗？不转，折过来。这样是吗？对，折过来。啊。折过来之后，在这个同等位置给它拧一下。啊！放心，你用力捏它尾巴一点，随便捏。哦。随便捏。哦。然后这个球对。 拽过来，拽过来，嗯，多拧几圈之后，然后从中间这个缝里边把它穿过来，用力拽，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哦，它就卡住了，对，4指的地方，对，对折，对，然后再捏同样4指的地方，然后嘞，这里面有气球尾巴了耶。 直接在这个节点这里转，这两个直接这样转，放心大胆的你，你对准了，你对 ，OK。哎呦，这个真的好的，气球好坚强，我们再看气球，直接剪就行是吧？捏住剪掉，好。把多余的气给它放掉，站住不要松手，嗯，松手，然后你卷着这个球嘴，嗯。 把它揪出来，打上结，跟它打个结。早知道给留长一点了。这就好了。好了。这是兔耳朵。好的，暂时也不知道。再拿另外一个气球，相同的一样做。但是这个会长一点。好。4指。对。变成6指。6指。对。把气放掉。捏住，捏住，不要撒手，打个结。 哦，对，用刚才在那个地方打结。等我打完结再看啊。哪里？好了，我结束啦。然后第三个长的气球，8指。哦，是哦，它这边可以。哦，熟悉的好像就感觉它很安全哎。 也是一样的操作是吧？先对折，再转，先对折，再转，然后用这个把它彻底牵过来，转几圈。哦，上面那个转就好了，然后自己这个再过来。哦，我已经开始有一些节奏了，3个。 先对折，再，你这就是没点了怎么办？也可以哈、哦。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现在把它剪掉了，再跟那个头打个结。OK。 它怎么会喷出白色的气体？粉粉，真的是无语。要怎么拼呢？兔耳朵最大的这个就是你刚才最大的这个。对，把你那个大头那朝上抬过去，你就各种绕，随便你绕，你想怎么绕怎么绕。好。按手的部分就用中等那个，最小的那个，最小的这个啊。 分别绕左右两边哦。哦，有那个意思了。有那个意思，最后一个了。一样的是吗？对，一样的，跟那个跟耳朵一样。对。哦哦，要成功了！怎么装饰它呢？是有点胶。哦，这也是那个气球的那个吹嘴。 然后给它画一个动漫眼，好，成功啦！祝大家兔兔年吉祥。这是我们老师做的，还不错哎。兔年吉祥，好事成双。 由于老师夸我非常有天赋，我决定挑战一条气球做小熊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要拿那个。这么软？没事，我可以排排气嘛。这叫排气吗？叫什么？挤气？排气？排排气？排气？不可以。应该是挑战不闭眼。哎，挑战不闭眼失败，一直在闭眼。量个2指半的球。 这么残忍的吗？看不到耳朵出来了。看我的脸部狰狞了。可以吗？这个真的是可以这样直接捏出来的。啊！啊！哦！厉害厉害。OK 了。 你看他们都在捂耳朵啊！哇塞，他这么的有韧性啊！我们每个人都要向这个气球学习。OK， 往下卡到这个，哇，又成功了！哦，它的正面在这里是吗？对不起，不太好吧？不是跟我说。 不会抱吗？哎，那我再给你接一个。不用，没事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可爱。老师，不是说不会抱吗？而且我抱的还是从头啊。没有啊。吓死我了。你直接在上面接。成功在哪里？这里是脸。祝大家兔年吉祥，就看这个吧。其实我也成功了的。那你是成功了。祝大家，跟他也没什么关系。祝大家兔年吉祥，耶！到此结束，谢谢老师，呀！这个真的是绝了，怎么会抱了2次？